咱们先做个假设，啊，假设你为了追求爱情，不顾一切到丁兰那儿，在那儿呢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，结婚生子。也许你们生活得很幸福，啊，小两口恩恩爱爱。可我不知道啊，这种恩爱能维持多久？ 老爸，我可是过来人了。我是担心将来你会后悔，想回来，可怎么办？那丁兰该怎么办？啊，咱们再假设，你先去德国，让丁兰呢慢慢做家里的工作，今年不行，也许明年就行了。你俩还在一起，我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。那要是明年也不行呢？ 那咱先不说他，就说你。你是学哲学的，德国是哲学家的摇篮呢，在那儿你不仅能够学到更丰富的知识，还能够得到更广阔的人生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是著名的哲学教授，他经常参加一些大型的国际哲学论坛。等你学成而归，我让他带着你，我相信你很快 就会成为国内知名的青年学者，而且在哲学界也会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这不正是你的理想吗？爸，那丁兰怎么办？你是成年人了，一切由你自己决定。不管你怎么决定，我向你保证，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。你妈要是反对，我来做工作。 没关系，你好好陪你妈，我不着急。要不，我还是先过去。你早该听我的。这样，你先好好做一做你妈的工作，我等你。行。我一定会等你的。我知道。 你去啊！哎，贤妹妹，你一个地方关最好，你怎么这么冷血呢？你，人家又没说分手，你拿刀干嘛？是砍他还是砍自己啊？赵东说分手了吗？说了吗？人呢？我算看透了，男人都不是东西。哟，才遇到这么点挫折就把世界看透了，你也太浅薄了，还学历史的。靳小妮，嗯，过来。你去。 我给我把剑拔刀放回去！哼什么哼？哎，不是，谁让你把刀放回来了？哎，就我干嘛呀？你去，你去，你让我把刀放回来！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 Sorry。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
谢谢。嗯，不客气，慢走。嗯。妹妹，早啊，这么巧。早啊。哎，你一个人吃这么多吗？哦，屋里还有俩呢。我问的你。啊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来吧，齁沉呢。我一会儿去 CBD， 我捎你一份。我辞职了。不喜欢辞了也不可惜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考虑考虑我说的那点。金星。啊。其实你人挺好的。哎，没有，没那么好。那你就甭费劲了，咱们最后是朋友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什么女的到我这就成朋友了？你们那么喜欢跟我交朋友吗？那你不愿意就算了。朋友就朋友。你看啊，你现在不是也没谈恋爱呢吗？你就把我当闺蜜，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，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你随时招呼我，我随叫随到。如果你谈恋爱了，你也不用搭理我，我们还是普通朋友。那要是你谈恋爱了呢？我可不想耽误你。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不会，就算我谈恋爱了，我们还是普通朋友。他要是敢嫉妒你，我就跟他分手。谢谢，再见。吃饭了。又是油条，你就不能说换个肉包子吗？你要自己挣钱，天天吃龙虾的跟我没关系。白吃白住还这么多废话。哎，你这天天混着也不是事儿啊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找工作？你不也没啥工作吗？但我今儿有面试，你都多久没出门了？对啊，香珍，你就算找不着工作，你得找点事儿干吧。我们公司对面有一健身房，我昨儿刚办一健身卡，你跟我一块健身去吧。借给谁看呀？我才不健身呢。你就多吃点油条，跟家待着吧。咱一块走。人生最明妙的不过是在家待着。真是，要是房租白交了。你能接受出差吗？啊，我不太喜欢待在办公室。好，我们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，经常需要出差，尤其是我们战略投资部，新人第一年呢，国内跑得多一些，等业务熟悉了，就能满世界飞了。那我能问问都去哪些国家吗？美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还有南非都是跟我们公司有战略合作的。那我去那些地方都干什么呀？农业战略投资啊，当然了，顺便也可以领略一下美丽的异国风光。年轻人吧，就要多出去走一走，长长见识，陶冶情操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挺好。又聘上了？这单位也太不严肃了吧，什么人都敢要啊。我是以实际行动来鼓励你，再不奋起直追，就和我们的距离越差越远。咱们俩差距本来就大，你先追什么再说吧。嗯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稍安勿躁。没错，再给于慧慧打个电话吧。您就直说吧，我写的到底行不行？不行。哪不行？您告诉我，我改。有这功夫告诉你呀，我还不是自己写的。林老师，我求您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真的，我特别想当编剧。为了写这剧本，我其他活都推了。
您相信我，我一定能改好。挂了，嘿，嘿，哼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现实了。没事儿，你先接。你不说要带我见人吗？这半个月了，人呢？我正开会呢，你竟没空。今天我一定要见你，我一定要见你，我一定要见你！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我都在家两个月没找到工作了，再待下去我都要长出绿胎了。只有你能救我。我说了，请没空。哎，于慧，于慧，于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我一姐们失恋，不好找工作，成天烦我。不管他了，咱们接着聊剧本的事儿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啊，咱们一块儿吃个饭，我跟你讲讲这剧本到底应该怎么写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，谢谢林老师。没事，把你这姐们儿也叫上一块儿。我们聊剧本，他来干嘛呀？嗨，我还有几个哥们儿，咱们这不正好凑一局吗？行行行，没问题。肘部有一个夹角，不要伸直啊，斜方肌放松，注意你的呼吸，好吧？起的时候呼气，放的时候吸气啊。我们来一下啊，慢慢来一下，走，对对，夹角啊，慢慢起，对，很好啊，保持住你的呼吸啊，好，起，注意你的呼吸，很好，很好啊，慢慢来啊，不要太快，起的时候慢一点。放的时候也慢一点，注意节奏。好，你现在自己练啊，就这个节奏，保持住。姐姐，你这么练很容易受伤的。坡度12，速度16，这样子。我不找私教，我就自己练着玩的。别跟别人说哈，我免费教。干嘛呀？想泡我？多大了？20。好好学习，早恋不好。我都工作了，你看，我教人练的。你不信的话，那电子屏是我海报。那有那么好吗？出来给我看看。现在差点了。小屁孩。姐姐，这么漂亮，是演员吧？我就一做装修设计的，想让我办卡啊？没钱。我可以介绍客户给你啊，这有好多人要装修。不累了，烦。姐姐，毛巾。嗯。来，找一个。是没有，等会再说。徐慧，你不是说你这姐们儿刚失恋吗？美女，在座的有能看上的吗？你们谁单身呀？哎，德儿，在座那只能是我们俩了吧？嗯，那就你了。行啊，哎，那你们俩换个座啊。换座有什么意思啊？有本事出来单聊。哎，哥，人美女可发话了啊！你走吧。走就走。哎哎，哎呀，哎什么呀？没事儿。哎呦，真走啊！哎，于慧，
你这姐们儿够飒的啊！来来来，没事儿，她一老实人。哎，就是觉得跟陌生人吃饭太烦了，所以找个借口出来了。你怎么顺的链啊？那你怎么单的身呀？上来还是坐会儿？静的还是闹的？都成，看你。哟，今儿不早了，咱们改天再约吧。没关系，我不困。我有点累了。这样吧，我回去呢，给你列一个编剧这方面的书单，你自己好好学习学习。你文学功底这么好，再努点力，没问题。那行，谢谢林老师。以后就别叫我林老师了，咱们俩呀是合作关系，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再见。再见。贝贝，都十一点了，香珍还没回来，她不会出事了吧？她能有什么事儿？不惹事就万幸了。我先睡了。喂，哎，香珍。你干嘛那边那么吵？我玩呢。跟谁啊？跟一帅哥刚认识的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去晚步回去了，拜拜。你回来了。嘿，给我挂了。他不回来了。我不想玩了，那走吧。走。那今天咱就到这儿吧，我有点累了，就先回去了啊。我陪你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走走。那个你回去吧，拜拜。哎，香珍。不要跟我说话哦，你喝酒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这次干嘛呀，我都没疼。闹什么闹啊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他怎么了？谁知道，犯神经病了吧。我没怎么呀。老实点。
哎，向真，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给你打了一晚上电话，你都不接。昨天晚上跟徐哥出去玩了，没听见。啊，出来玩还是有收获的嘛。人啊，就得往前看。你看许哥不比赵聪强多了，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。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出去玩了，感觉这样特对不起赵聪。赵聪这篇就翻不过去了是吧？万一赵聪回来了呢？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向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以后你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你了，你就待在赵聪的阴影里一辈子吧。再见。那天晚上是我不对，不，是我不对，不，我向你道歉，不，应该是我向你道歉。你这人挺有意思啊。我发现你这人也挺有意思的。想跟我谈恋爱呀？那你想跟我谈恋爱吗？我这人吧，特别不靠谱，好的时候挺好，不好的时候就一混蛋。万一有一天我不爱你了，把你蹬了，你会伤心吗？当然伤心了。那要是我把你蹬了呢？那就死定了。要不去看个电影？看什么电影？咱俩这张照片呗。行。当当当当当当！哎呦，我真的能。姐姐，喝水吧。谁是英姐啊？别乱叫。姐姐，你们公司是只管设计，还是装修和设计都干？干嘛呀？我爸妈刚买了套房。那可以找我们公司啊，从设计到装修全包。那你有提成吗？哟，对我事还挺伤心啊。要是你没有提成的话，就不找你们公司了。你叫什么来着？白朗，白天的白，开朗的朗。你加个微信吧，回头联系。你不是又诓我买你的课吧？哎，好了。睡沙发睡的，一沾沙发就着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向真，我觉得你跟别的女孩真不一样，你特真诚。我还以为要说我什么呢，这个优点我知道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当我女朋友吧，正式。你真诚的吗？真诚。你。一片橙子，加上个百香果，再加上点水，摇摇晃一晃，就能卖20多块钱。哎，小妮，我是不是开一个饮料店也能火呀？那咱俩合资开一个吧。你们俩哪有钱呀？你有钱呢。那今天你请客。本来就是我请客，你花钱嘛。哎，
那你把那个许哥叫来，刚好我替你把把关，让他来付款。这多不好呀，现在都讲究独立自主，让男生结账算什么好汉呀。我们不反对你谈恋爱，反对你随便逮个人谈恋爱。你说你喜欢他哪点？什么叫随便逮一个人呀？人家不过来买单也不代表他就是个坏人呀。首先他长得帅，其次他还长得高，就凭这两点我就爱死他了。就这两点？江真，你就是个诈骗犯。什么意思呀？你不仅欺骗别人的感情，你还欺骗你自己的感情。我鄙视你。我都被你鄙视习惯了。小妮，我今儿发现你人还不错。但房租该交还得交。是。小妮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年人也不错呀？你什么时候出去找工作呀？哎，金小妮。他说他来点醋。赶紧坐。行了。病得越来越重了啊。所以得多吃点，这样病好得快。秦金，馆长好。哟，小丁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小丁，觉得我们馆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哈，其实你这个专业呀，不是特别对口。既然你妈已经托人来，那您可以不找我，我没意见的。不过这个哲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嘛，你在这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，好好干。馆长您甭说了、反正呢我也不能违背我妈的意愿。您这儿有什么岗位，要是能让我挑就让我挑一下，不能挑的话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了。那要不这样，一会儿是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你，就在会议室，你要不准备一下？不用准备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哎，你是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典型，要多从。知道了。这孩子。丁兰，邹海明。哎呀，看看怎么样？哎，丁兰，你为什么要回来工作呀？我不能回来工作吗？可是你在上学那会儿不是还一直想留在北京？人都是会变的呀，有时候就算你不想变，现实也会逼着你变。哦，是不是阿姨怕你在北京太辛苦了，所以才劝你回来？你在北京生活过吗？你就说北京辛苦。哦，那我不问了。班上回来工作同学好几个，今晚上一块聚聚呗。今天同学聚会，大家喝一个。喝呀喝呀。哎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吃吃吃，马上马上马上。来来来。还是家乡菜好吃。来，金楠，我敬你一个。哎，你少跟他喝点，待会儿他喝醉了。你见我醉过吗？来来来，我杯。
哎呀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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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走。哎呦，都是我的老板，我都已经下班了，他非要让我去接人。这人接到了吧，他又要换酒店，还要做按摩。哎呦，你不知道把我给急的呀！我可是那边安排好了，立马就赶过来了啊。哎呦，我都饿死了，让我先吃口垫垫啊。垫什么垫？赶紧喝酒，来来来。哎，好好好，喝喝喝。哎呦，来。哎，丁兰，首都人民怎么有空来看我们呀？现在在哪高就啊？哦，他现在回来了，在咱们市文化馆工作。哦，文化馆。哎，海明，嗯，我记得你在学校的时候就没少惦记家丁兰吧？这回可如你所愿了啊！去。哦，来，大胖，咱俩走一个。走一个。走一个。来，我再敬大家一个。从今往后呢，我们就是在一个城市混的人了。来，一起恭喜丁兰回家。好，好的，请进。啊，坐吧。小贤呐，来公司有些日子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只是同事们反映你架子有点大，不太爱搭理人呢。没有啊。我当时招你来呀，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话少事儿不多。不过呢，在咱们这种企业，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事儿呢，一个人啊看不成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嗯，谢谢刘总提醒。钱妹妹，你把这个资料表整理一下，还有你们四个，15分钟以后一起过来开会。好的。好。哎，您好，五杯美式，打包带走。好的。韩先生，里面请。哎，金小军，把公司的设计本拿到会议室来。哎，好的。韩先生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助理小妮，您先看看喜欢什么样风格的美女，你帮我选一种。我来帮你选吧。您刚刚说您父母，我没说让你选，让他选。你们认识啊？我不是很熟。这样吧，小妮，骚老师这个案子你来跟，你负责跟白先生对接。谢谢王总，谢谢三老师。
今天谢谢你。今天呢，这是我进公司之后接的第一个案子。哎，你一节课多少钱啊？我妈用10节课得了，多了我也买不起。我早说了，不需要钱。你想谢我呢，不如我请你吃个饭。那可不好意思，应该我请你才对。哎，那就今晚吧。今晚啊，今晚不行，改天吧。我随时给你打电话。好，那姐姐再见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你说，我找一小帅哥怎么样？你这么幼稚，再找一个比你小的更幼稚，岂不成幼儿园了？你成熟，你成熟找于慧朋友，于慧那么精，好能留给你啊？我就是因为太幼稚了，所以才找赵聪啊。向真，你不工作不交房租就算了，天天把家弄得那么乱还不收拾，你真以为我不敢给你轰出去？你今天回来气就不顺，有脾气就冲我撒，我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呀？你我不吵了不吵了，我收，我这就收。唉，谁呀？这么晚了。两位，怎么了？谁送的？哇塞！谁过生日？我的妈呀！我生日这……怎么可能？好像也不是我生日啊。啊，贝贝的生日，我给忘了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丈夫我大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玫瑰花。我命更苦，还没收到过玫瑰就被人给蹬了，这谁呀？命这么狠？别嚎了，谁送的？不知道，就卡片。上课，包房已订好，可带朋友去玩，钱已付过，我不会出现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程宇。去吗？不去。人家都已经订好了，你就不想去看看？不看。香珍，那咱俩去。哎呦，我这嗓子好久都不唱，确实是有点哑了，已经不 OK 了。那走着。呦，我们两个去多不合适啊！你也知道不合适呀、啊。哎呦，可不是知道吗？是吧？我们不去的话，太不合适了吧？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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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你们只管来就行，今天我买单。对，人越多越好。哎呀，今儿我买单，你们只管来啊，人越多越好。真不愧为拜过把子，脸皮都一样厚。不行，我还得改剧本呢。啊，你们玩吧啊，替我祝贝贝生日快乐。哎，拜拜。好啊，这回改的好啊。好哪儿啊？哎，你看，就这场戏，男女主演啊，分手这场，差点给我看哭了。您的意思是能用了？基本上差不多了，但是还有几个地方再改一下就行。行，那您赶紧跟我说，我回去就改。你看这场戏啊，
战斗，同个对手。